我的英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了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加深忍耐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是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。压个树敌中而到世界上你智慧的言语，直到把它背下来，多听几次一段段的背诵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好似宇宙人也不知责任的神，铸就彼此给他，只有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，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。压个树敌中而到世界上你智慧的言语，值得把它背下来，多听几次一段段的背诵。而一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，卑微的弟兄身高就该洗了，富足的长辈也该如此，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早上的花一样，太阳出来热风刮起，草出枯干，花也凋谢，美容就消灭了。压个树敌中而到世界上帝智慧的言语，值得把它背下来，多听几次一段段的背诵。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摔惨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是他人，但可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千万老太就生出罪来，罪与长相就生出死来。卑微的弟兄身高就该洗了，富足的长辈也该如此，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，太阳出来热风刮起，草出枯干，花蕾凋谢，美容就消没了。压个树敌中而到世界上你智慧的言语，值得把它背下来，多听几次一段段的背诵。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世上也要这样摔惨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是他人，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